谢谢。来者何人？竟敢擅闯焚妖塔！拿下吧！心头，你们快进去，我稍后。你小心点。走。秦英帅，看来你并没有吸取上次的教训。前辈，你们刚闹了天罡殿，又来老朽这焚妖塔作甚？近日妖尸被害接连发生，我们怀疑是从焚妖塔逃窜出去的妖邪所为。今天又是大师帅留给我们查案的最后一日，故一时冲动擅闯焚妖塔，还请前辈恕罪。依你所言，是怀疑老朽监管不力，放走了妖邪了？晚辈并无此意，只是这妖邪意志并非常人所能控制，若能确认他们并无为非作歹，也是情理之事。老朽日日守在焚妖塔，所关妖邪的一举一动都尽在掌握，如今却遭人质疑，若不让你们查案，反倒显得我有所隐瞒。既然如此，你们尽管查便是了，免得你们胡乱猜疑，毁了我的清誉。多谢前辈。请吧。